东南镇的社区总体用作计划已经圆满结束，地方嘛伫塔里埔清水公园闹热举行成果展。婚礼馆长李正勇甲多位贵宾拢甲现场支持，现场气氛是闹热滚滚。这次成果展嘛特别以着地方的特产菜粿来作为主题，后来到了这个民众除了感受到社区的活力以外，也当了解到岛南的菜粿商业文化到底有啥咪迷人的所在。东南镇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在塔里埔清水公园闹热举行成果展，也借着机会向大家介绍在地产业。全分林关70万的官民，大家呢都爱做这灯会主人，要做好准备，因为呢，人客来入来，咱两万公一四线到分林关各地，拢甲咱行行看看的就对吼。那包括菜粿来时，我甲咱买几条，加减增加咱的收入就对啦。当然，点的是菜粿啊，非常非常好的哈。啊，今仔特别办一个活动，办菜粿节，过了马铃薯节，过了德顺节哈。啊，感谢乡亲。大家来跟赞扬啊！吼，明年要办这个典礼吼，是咱专管吼，啊，咱当然是办花海，啊，欢迎来。岛南镇环境气候真适合栽种菜粿，这几年真努力要拍出名号。最近都知名保养品业者有意愿来向农民收购菜粿水来当合作。伫咱的咱的店长，啊，甲伊咱农业科长，咧一直咧啊，争取地方，啊，甲公甲本公司来合作，要哪去甲这个市场？因为本地阮公司就是当时伫推广是这个丝瓜的领域，甲这个丝瓜的这个保养品作为上好的一个健康天然无负担的产品。用菜粿水泡面是早期农家妇女上天然的保养品，经过时代变迁，现在菜粿水也是真受大家欢迎，唔惊考验。一旦得到老品牌保养品也加肯定，让大家对岛南的菜粿产业抱着真大期待。因为岛南自早那阵算菜粿寮，咱即马所在地址呢，也就是菜粿寮的地区。啊，所以讲菜粿寮地区的土质，就来推出讲到咱这个菜粿也非常好。啊，咱这个公司哦，伊来伫咱岛南哦，找到咱这个土壤甲这个菜粿的品种哦，来咱岛南甲咱种哦。这场社区总体营造计划除了有精彩表演，以及创意的菜粿布 DIY 体验，闹得滚滚。很重要，菜粿料理提供大家享用，好规划当充满浓创的平静味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